拜拜，开喽！啊，爸爸啦，爸爸，爸爸，做还没进游戏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爸爸妈妈，我彭彭说没关系，你不来他也没关系。没有，你游戏没有来也没关系啦，看不到的。八点喽，八点喽，小鱼死掉了，真是心结狼人杀哎。真的，这里怎么有人隐形在面？是繁星吧？什么繁星？给你看，我没有圣诞帽啦。因为你的没了、那个帽子不会显示了，对啊，所以大胆的隐形不用害怕。嗯，就发光的轮廓还是有，有没有？发光还是有。你进来之前没有问一下团团，你这样子等一下他生气。没有啊，没有。你看我眼睛够大吗？哇，你眼睛好大一个哦，可以哦。哇，你回来了，你妆化的好棒哦，大眼睛，大眼睛，妥妥的大眼睛。我们今天这个啊，麦块狼人杀，上一次百变狼有一点变不太出来，好不好？这次作者也更新了，而且还是 1.8.1 的版本，所以呢，百变狼应该没问题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谁来配？对，还记得百变狼吧？可以看看书。对，它主要呢还会让预言家的预言书乱码。这真超烦、嗯。对，那作者有说这一次他的乱码呢，他是虽然是乱码，但是每一个人的 ID 的长度是可以去辨别的。比方说 BOBO 就四个字，他乱码也是四个字，所以你可能可以透过这样去判断。哦，对。那如果 BOBO 后面多加了 dash zoe 就请他砍掉，他太长了。你可能稍微可以利用长度来去辨别。哎呦，我跟杰克最长、啊这没办法，杰克，我们好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太长了，里面最长的，我们就找那个最长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谁最短啊？二零零谁最短？二零零谁的 ID 最短？哎，二零零最短哎，我的天啊，二零零好短，二零零你怎么这么短呢？这么短，你比 DOE 还要短耶！对啊，你比我短，你比我短二哎，我的天哪！长度不重要。预言家长度不重要，好吧？重点是技巧，如何预言到对的才是关键，对不对？预言到对的才是关键，好不好？所以预言家虽然会乱码，但是可以去辨别。那百变狼的就是一样，他晚上你要捕捉，然后你才可以变身。对，那基本上应该是不论是对方死了还是活着，你只要曾经捕捉过，应该都是可以变，好不好？再试试看。好的，那我们的百变狼有两个哦，一个狼，两个百变狼。哦，好好好，三四，哦，村民多一个，好耶好耶。我们就先没有那个怨灵，好不好？单纯一点。OK， 一个猎人，两个预言家，嗯，另一个就是那个见习预言家，然后忍者、人鱼、村民，还有掘墓者。OK。好，所以掘墓者可以搞事，然后好人方能够反制的就只有猎人哦，女巫先拿掉，看看这样子玩起来如何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来准备，没有女巫哈，间一一一，每次设定到我穿女巫的皮，全死完，现在已经没有我女巫的。我女巫啦，我女巫，我是女巫啦，哈哈，是女巫。我们先来经典的雪啊，好，比较雪地啊，变狼可能比较容易，可以变变大家，变变，好的，变变变变，就来喽，三二一 ，Let's go， 走起来 ，Go go， 变变 ，Let's go， 这个第一天过一半就可以来 ，Party Party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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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好的 ，Go night。我是觉得啊，你看那个长度它不一样啊。预言家，我是预言家，一定先验的最短的，那个最长的吧，最长的，最长的可以验上我，因为你验出第二长的，你验出长的，你也不知道谁是狼，对，你就只能说哎，团团或那个杰克或巧克力可能是，但你验最短的就没事了。太久没有玩了，不想按的。没有没有没事没事啊没事啊，都是过半左右差不多就可以，过一半啊，过一半就可以那个了，过半可以啊，过半可以啊 ，OK 的 OK 的，怎样？你是太久没玩，不小心让你的狼身份暴露了是不是？哎呀，没有，哎呀，在偷铁的时候被发现了。哎，我看到那个很短的，我看到很短的，我看到很短的，我看到很长的了，短是什么？
其中一个长的是好人，我不要杀我。其中长的一个是好人，对。很短的是坏人吗？某一个长的，某一个长的是好人。干嘛？都是某一个长的是好人。杰克你好吗？我还不错啊，好吗？我在你上面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他显示，他显示，他要显示 ID 说谁是好啦。哎，然后 ID 也会显示，哎，人家加速，人家加速，大家有加速。我是好的，我是好的，我是好的。对，一段距离，一段距离。好，保持安全社交距离。目前倒一而已。B B 哎。谁？所以谁？他显示 Hi Chocolate 是好人。Hi Chocolate， 你好啊？怎么？但是二零怪怪的，二零怪怪的。我有什么？二零是好。我们竹子不能站，好不好？竹子比较，其他都可以。我是人鱼。你是人鱼？啊，波波是什么？屋子里面是不是坏人？我是好人，屋子里面。他这个二零可以。我是好。我是金水，我金水，我金水，你是什么？不是什么职业？哎，你是什么？很不错啦，他很不错啦，他那个很奇怪。啊，我在这里没抖，没有抖，是忍者哎。嗯，他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忍者啦，刚刚的僵尸是我放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没有，掉。完蛋了！哇！团团才是真忍者啊！哦哟，干嘛？你命！哇！哎 ，BOBO， 你的语气不坚定啊！语气不坚定。哦不！哎，最短的也是好人，杰克也倒了。最短的也是好人。OK， 我好啦。有啦，你肯定要当个好人啊，二零。二零，你今天二零二零二零用技能，二零用技能，好不好？没死哦，你一定是好人。来杀我！会死？会死？问吧。杀我！很恐怖哦。哦，二零是厉害的哦，反将军。二零感觉很厉害。小雨是不是你？没讲话。我没有，我有讲话。那小雨是什么？我是可怜的村民哦。哦哦，我努力的活下来哦。哎呦，这样子算一算，是不是可以排坑啦？哦，麻衣，麻衣，麻衣，迪叔嘛，迪叔，麻衣，麻衣，麻衣，村子，不是麻衣，还在那边乱喊哦。麻衣是什么？麻衣是什么？我不就村民而已吗？哎，那有第二个村民吗？有，刚刚小雨喊村民啊。那有第五个村民吗？第五个村民，麻衣对不起了，麻衣。还有更多的吗？没有，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，那时候挑错。可是这样子，就算这个抓掉，还有一狼哎，好死啊！讨厌，好恐怖。我希望百变狼赶快走了啊！哎，对，说不定百变狼就走了。后面很乱啊！百变狼有没有变身啊？哦，百变狼还活着！不，不，我要读书了。小雨啦，不是小雨啦，我读起来了呢。发发是人鱼啊！哎，人鱼有在唱歌吗？他是不是都没唱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要不然你唱一下 ？Baby baby all night oh。有，他唱，他有唱。有，我来唱。哎，怎么偷我的歌单的？好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们其他人都有啦，都被查过了。你们猜是谁？啊不是啊，我这个村民你们没办法，你们离二零远一点，他要变狼人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你不是说最短的是狼人？对，可是刚跳出去之后，又随便又是乱吗？是不是再随便查一个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二零怎么没有？你怎么没有那个？小雨就说是小雨了，是小雨，是我不是我，那是谁？我我临死前你就说是小雨，他哪有说是我？他是那个西瓜屋，西瓜屋，他没有说温泉屋。你怎么可以乱篡改他的最后发言？他在温泉屋，因为我是金水，我什么都可以。什么都可以，是可以完成的。超任性，各种彪彪，我超好。你超会，他爬上去了，他爬上去了。你是最后一个人讲话。工厂屋哪里？呢那个角落的小房子啊！我不要互票了，可恶！
哎呀，角落生物，角落生物，这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而且当角落生物，角落他逃出去了，他想跑出去啊，角落没有没有，他在里面，哎呦，去看看，要打，我绕一圈呢，很厉害，不行。没事，我们有运，没人被解决。没有，我没有关到，没有关到那个，很累。加油啊！很难跑哎，我的天！所以他们刚刚疯狂追你，我真的觉得很扯，真的很夸张哎，跳的真的很夸张哎。你去找他们呐！啊，三人了，哇！一个人是我啦，刚刚不是我救你一命，我救你一命，你瞧我救你一命，有吗？你有吗？有我救你，我救你。哦，三个人，可以，你拥挤，拥挤，剩两个人了，现在是两个人了，有没有两个人的歌啊？好像没有，两个人，有两个人那个啊，有啊那个。你说那个，那这样基本上都是狼音了，狼音啊，因为投标户头会平，对啊，欠我一次，我要去躲起来了。你干嘛躲？好累哦，你干嘛？不然你们那个、啊、有力量哦，有力量哦，我怎么办？有力量啊，对，是，是，那你晚上也要找到我啊。等一下哦，五，等一下，有先打了，一，力量。力量可以打死，有没有？哎，没扣血，你有扣血吗？没扣血，哦，对，力量也不够，还是你用空拳呢？空拳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他真的完全没有感觉，都力量一百，怎么没有感觉？力量一百，没办法啊，我怎么没有？是这样吗？还是我拼错了？你打指令好了，你打指令好了，我就打指令，没关系，再会了。看，凡希这么努力了，好哦，没有，我是最努力的那个，我的队友一个人都没有砍，全部都是我，直接砍了，这个人砍了全世界，又是无敌玩家，好疼，好累哦，又一，笑死了，开启了，又一，太坏了！我把茶宴贴在 DC 呢，我把茶宴贴在 DC， 把二零砍了。坏哦，你是变二零，所有茶还变这个也是狼人，所以你小绿跟蚂蚁互相喊村民。不是我已经查了，我不知道他会喊村民。欸、你很过分了、欸，你怎么直接跑来打我、啊？不是啊，我先把一个村民砍了，我当然你就不坚定呢、啊。我很坚定啊，没有啊，你只觉得你坚定啊，但我懂你啊。我不懂他，下一场 next one， 你怎么这么懂我啊？我的天啊！哎呦，刚刚猎人不是说有锁啊？怎么你的枪那么的空啊？二零，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他是锁在我身上，锁了，他锁在我身上。哎，你的枪这么短哦，就只能锁一个人哦。没有，他中间锁的时候是锁我，可是我走掉了。他的确很短，他后来就去锁别人。You 这好像也没什么用。二零半天喽，半天喽，过半喽。跳了吗？跳了吗？好，跳。跳什么？跳可以跳啊！不要吃狼，不要吃狼，拜托。所以一开始蚂蚁果然真的是狼，就按到了。我真的不小心按到这个，真的是不看队友。欸，我妈很相信你，想说啊，你应该不是，真的，我也不小心，看起来很乖。欸，其实很坏。我现在可以说吗？可以呀，你有查到就可以说。我查到一个很长的啦，很长一个，很长的，那是 High Chocolate， 我知道了。你要看最长的那个，另一个很长的那个是 Bad。哎哎，繁星是狼，繁星是狼，你怎么讲出来啦？等等，繁星狼，我这谁跳出去太厉害了吧？所以杰克繁星，不是啊，我不是，范尼松啊，你是，你听起来是口气很是女巫啊，没有，比天杀还要几率还要高，还要难受到的。小雨，你后面，你比压，你在这附近，在这西瓜附近。
有，感觉他要进温泉屋咯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前后包夹，前后包夹，杰克，西瓜瓜，谁西瓜瓜，繁星跟杰克，繁星跟杰克，繁星，他到了，繁星在温泉后面，对对对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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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顺序顺序 ，nice nice， 繁星有票，我有大哥报仇，在哪里？跳过跳过跳过，票了票了票了，跳过跳过，快点跳过跳过，票了，所以，我刚刚是想唱这首歌的说呢。对啊，你怎么突然唱演讲呀？他被最带到可怕的地方了。你最爱的歌啊！哎呦，危险多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干嘛？哎，蚂蚁后面危险，后面危险。这忍者是谁啊？这忍者很扯。这是我吗？蚂蚁你要出事！蚂蚁你要出事！我说你。一堆一堆蹦，一堆一堆一堆蹦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。跟着节奏蹦，随着我的心跳蹦蹦。我要吐了！蚂蚁要吐了，听到这个歌。要吐了！哇！那不是吧？杰克，你怎么剩下四位？没有，好扯。二零哦，二零不是，不是，是二零。可是你笑了耶。他把我们大蚂蚁姐姐给砍了，我哪有笑啊？对啊，你有没有？我真的，我是预言家，我是预言家，真的相信我。我要躲起来，第一个死。预言家是预言家，没有我奸细，我奸细。哦，那奸细去死没关系吧？搞啦！我觉得好好笑。那奸细死一下没关系吧？找出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真正的死啊，所以我就变成真正的。那你刚尝试，好好好，不好？那你可以真正的死一下。不要，哎，小雨，哎，我好危险哦，我要上去。我找不到，找不到他在哪里。哎，你们该不会全部我们两个？剩下四个啊，你们自己四个判断，你们自己盘啊。哦，还有一个哦，幽灵看的就是你啊，不是我，还有一个哦，你有一个哦，还有一个哦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游戏怎么还继续？你知道会被女生讨厌的，二零，那不行。还是小雨是狼？我不是啊，我就是那个被带罪的。就是你，就你，就是我啦。不是，来看一下。我们要加一，我要加一，我要加一，我要拼加一，好吗？加一加一。你看，你看到那边在前面对着雪屋，雪屋，罗密欧与朱丽叶。他在算数，他在算数，数数额，数数额，没事啊，我们等他一下。四柳尖揪等于多少？二零？什么叫四柳尖揪？走，我去唱歌，我去唱。啊，你们全部都是狼哦。可是我没办法保护你嘞，我不确定我是啥。你们确定是不是？哎，完蛋了，完蛋，白痴，你不知道的是。我的事，你不知道的事。你还活着吗？你还活着吗？我活着，我有活着。Table 可以看的 ，Table 可以看。活着，活着，活着吗？好了，我看见了。哎，出事，第四天白天喽。我刚刚在从二零旁边，然后中间。你们是狼是吗？哦，对啊。对啊，我们的狼会唱歌呢。哎，他关东煮店，关东煮店。哎，关东煮，关东煮。在哪？关店员。不是啊，你们后悔啊，你们后悔啊。我他刚刚少招50块，他刚少招没有，是米菲，是米菲，应该是米菲啊。小雨冲人了，我才是见习预言家。哎，小雨怎么了？这你们不是很碰吗？我问他，对，二零一，哎。有，二零两票，波波一票，鬼手八爪，再见，哎，对对对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去，你们还三位玩家，一个还有一个啊，没事没事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小女死掉了，你会后悔的，你真的后悔啦。啊！我要躲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哎呦，你会唱，很会唱哦！当然了，力宏粉。哎，你等一下啦，你等一下啦。哎，狼人跑得比较快的哦。等一下啦，不用跑跳。看来他不喜欢力宏哦。训练班，我参加巧克力训练班，好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不认我不认，你死我就不认。你红豆我才认。再给我10秒，拜托。应该可以活着了，应该可以活着了。你说这个夜晚时间再多10秒吗？
不是，哦哟，白天哦，亮了亮了，都会发光。这个一直会，哎，我不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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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你没跳，你没跳，你没跳，你不要跳过时间，一比一运气时间 ，biu biu 运气向来都很好的，我们大家哎，不要讲，每次你讲你就好运波波，毒奶毒奶真的毒奶，这群好人都在晕。就幽灵真的是冤家，幽灵很开心。幽灵，我真的说真的，我都觉得你好狼哦。我现在遇人了，没有啦，我是运气是运气来。我笑的是实话。我自己有在笑吗？然后就是笑的语气。不要笑的。你们全都是狼哦，预言的讯息啊。所以至少还有一个狼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发言？这是什么发言？我真的不发言。哦，晕了，晕了，晕了。我就在讲实话。是你这个太晕了。就至少一定有一狼，然后你还说全部都是狼。哎呦，好难哦！又丢左分，我的加一就这么没了。我刚才哎，我们先票了一个狼，然后我还带一个狼，结果没想到还是输了。哎，还有那个音响的，死了。我也没有，刚团团要讲出来的时候，我刀他，就刀下去的时候他讲完了。目前都是狼人独赢哦，大家加油！三二一，走起！行啊。我只是觉得白痴，对不起。好的好的，你们真的是超晕。什么人？怪我吧？我都要晕二零啊，晕二零。对，我觉得不是二零的锅。我只是话实说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你可以表现人都错了，你可以用一下你的无敌啊！你有无敌可以用啊，你干嘛不用？我是要无敌掉你的票。哎呦，他白天又没骂无敌大哥。晚上啊，晚上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他晚上你晚上又没遇到他，又没跟你们相见，因为你们都没遇到他，也没有啊。米菲刚才也没有行动啊。对啊，那是你们内耗起来，是你们都陪他了。对，都我跟小雨在搞，跟小雨在搞。笑死！这个啦，来啊，冤家有没有查到啥？哎，我跳村庄的杰克是好人哦，超长哦，谢谢谢谢，我这根超长，我等下一定不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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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怪怪的呢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有有有，我来了我来了 ，I'm coming， 好，谁？有两只在你脚下，刚刚有两只，真假的，真的真的在中间庭院，有两只老虎在你脚下啊，两，我有两只，中间两只，中间两只，你看上来，好好好。我还可以那个，哎呀，这狼是不是不太会动刀啊？他迷路了，他迷路了，他不知道怎么来，他不知道怎么来，他应该是去那个去旅馆了，去旅馆了。我可以保护你，马上要爬楼梯上去。好好好，哎，他知道，他可能是团团，两个都在那个，都在旁边，都在这一栋。哦，突然间，小心，在旅馆，要去找他吗？抓旅馆两只，旅馆两只，我从后面，你们从前面。抓！米菲又是米菲，又是米菲，米菲下去。那你是米菲？哇，我米菲在哪？没事。米菲在哪？什么？我是繁星。你不是繁星，你是米菲。他是繁星啊，他是繁星啊。你要变繁星是不是？那没办法。哦，那来不及喽。米菲干嘛？来不及喽。好了。变繁星的。先逃跑吧。先走了，怎么又叫我了？我怎么了？旅馆还有一只危险，喊不出身份，他喊不出身份啊！你的身份是什么？我是繁星。哇！怎么了？远方树上，有鬼！方法是好人，他一追方法，方法两个追，方法肯定好。我怎么查到你的繁星？这里跑跳比较慢哦。进了！我用了，要没了，大家再见！我直接。缓速，缓速，有机会，你可以跑，你再跳起来！跳起来！加油，妈妈，加油！啊，我快跳不到了，我太胖了。
这个 nice 啊，没晕到。不，你我带他们过来，你还活着，你还活着。在哪里？我全旅馆后面，我全旅馆后面。救命！救命！太神了！是你哇，好猛啊！团马吧！没，其实这张应该算是比较容易的。快笑死！团马，我的马又来团了。有了，没有百变狼了，百变狼都死了。好，对，好。有蚂蚁是坏人，蚂蚁是坏狼。好，留我独活哎，真的是。孤狼，超有蚂蚁哇！孤狼杀了，有了，你不是个好人，他是个好人，你知道吗？上来啊，你不是我了，阿罗有人在上面，下来玩呐，不要这样啦。哦，二零，你怎么这样？我的勇气快没了，你冷静，冷静一下，你冷静一下，给你一个，睡。你有做了什么事吗？我无敌，我被他砍啊！三观半，好死！哇！勇气叫我，勇气叫我！哦不！这个什么？蚂蚁，蚂蚁去哪了？蚂蚁，我飘到。蚂蚁前面，小雨后面，在哪？二零下来票人呐，二零一个零，你在上面票零票二零，我飘二零，你在下面这边自己玩呐，他没有在上面票，二零你飘过来，我都已经我翻了，不要，蚂蚁真的没有了，哎蚂蚁，你这边好嚣张玩法，不能这样哎。欸、我们20，我们二零，我们绝对不反悔吗？运气行吗？还敢不下来票人？想当个旁观者，旁观者。哎呦，真的票了就没有反悔。对，我没票到你，是波波票到你耶。哎，我也票到谁啊？就剩下我跟二零，不对。因为我们全部都反悔。我们全部都反悔。可是二零票到蚂蚁了，对他最后一秒票到了，因为他不票就是他出去了，他早已出去，哎呀，大家别躲起来了，二零这游戏好好玩了，二零好玩哦，二零好玩吗？二零好好玩哦，好好爽，自己要一起参与，加油，反应也太好笑了吧，我不要再当狼了。你不是很想当狼？我们哎，对，蚂蚁啊，你不是喜欢当？我现在是好人，我现在超好的，是吗？那应该超坏你哦。我现在超好。那我们接下来好不好？这个狼人方可以来一点混乱的哦。哎呦，可以看看那个原初狼，有看到了。对，原初狼，它简单来说就是以前的白狼啊。哦，他必须要成为最后一个人的狼。对，嗯，就是狼人把大家都屠了之后，狼人还没有结束，就代表你们之中有原初狼。那原初狼只要把其他狼人都刀光的话，只剩他一个人，他就会获胜。好，所以原初狼是最累的，因为他必须要把所有人全部刀光。好，然后他的这个检视同伴有一点呛啦，不确定会是怎样。我自己猜想，因为他的说明是说死其他玩家看到。混入非狼人的玩家名单，
我在猜可能就是狼人跟好人，可能就是狼人可能会看到的名单是全部人都有，就你不知道同伴是谁，我在猜啦，可能玩了一场才知道，但是原初狼自己是可以知道他以及其他狼人是谁。OK， 好的，好，就来试试看，好难的感觉。没，你就只要你只想一件事情，你只是原初狼，你就要把其他狼都，你就把所有人全部杀爆，所有人都杀，杀爆，就是狼人也不是你的队友，好吧？你的队友就只有你自己，好，所以一狼一百变一原初哦，好，一狼一百变一原初，对啊，掘墓者刚刚是不是都没怎么做到事？我刚挖不到，没人死啊，挖狼的也不对啊，你可以当狼啊，你可以当狼看看呢。不要，都没有东西挖，你一定是个帮狼人啊！相信你自己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掘墓换守卫。好，那守卫还记得，他就是范围无敌的。嗯，好。对，所以无敌好人的手段又更加多咯。嗯，好的。那我们换一个地图。好，我们来换，看一下哦，官方说。更新的威尼斯小镇之前会跳出去，好不好？现在跳不出去了。哦、跳不出去了，有评价。我们来测试看看，如果再跳出去，作者就会讨厌你。那我要让他讨厌。肯定要讨厌一下。这地图很长耶，好漂亮哦！你上次没看过？忘了。谁没看过？米菲。米菲。哦、米菲你有看过，你上次有、哦、你就很天然、哦、你在这边六爆我、啊、还是可以跳啊、还是可以吗？你怎么在这？对、啊、你看我很强上吧。好啊，看你啊，看你想被讨厌吗？没有啊，那跳过来不是跳出去啊，外面有屏障啊。哦，外面哦，所以哦，他有毒气、啊。在那里骗，在那里骗，等一下我骗波波，波波是狼，波波是狼，波波是狼，他说谎，波波是狼。他先查你，我第一个先查你。查爆波波，他是狼，他怪怪的。你是怪怪的，不用不用怪啊！哎、欸，对，可以跳过了，很久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怪都被波波那边搞啊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他怎么都在跳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会跳？哎、绿色那一栋有穿衣服的、欸，不对不对不对啊！有人不会跳，有人不会跳，有人不会跳，他们不会跳。不是你，你是不是在骗？不是，我躲得好好的，没看到哎、欸。好人呢？不是，繁星好人，你要查波波，你怎么查繁星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跳掉哎、欸。我按了他、哦、没有，就是那个、啊、那个有百变狼，有百变狼，有变，变，看哪一个最短呢？变啊，二零，哇，完了，这局不太妙，好可怕啊，感觉有鬼。小雨，有没有人可以用个忍者？忍者救一下，忍者救一下。戴罪不是啊，怎么是我白痴哦？那这种位置你好强哦！戴罪好强哦！哎、欸，杰克是不是啊？杰克是不是你啊？没有，我洗令甲没错，可是波波你的位置好猛哦！啊，我刚跳过去，你们是互换哦。他在哪里啊？他在哪里啊？刚刚他在城墙上，对吧、啊？城墙上，城墙上就是之前那个、啊，我们可以跳出去的。你看，哦，我还活着，我是好人呐、啊。我刚刚看波波是左跳右跳，对，他是坏人，是不是米菲。不是小雨说跳不上去，小雨米菲吗？杰、哦、哥这边就是可以跳旁边上去。巧，我觉得巧是坏人哦。巧，你有什么职业？你有没有职业？你才是坏人。如果我是坏人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说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我是守卫，守卫。我刚刚还被那个追，是忍者。所以那你为什么在跑？请忍者，你为什么跑？有追他，追他，我给追他，我看看啊。他，我们要跑出去啊！那你是什么嘛？职业，讲一下，给他，我见习预言家。彪彪是狼，我觉得巧克力了，没有，真的是，波波真的是好了，抱歉，抱歉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抱歉了，算了，你讲话跟你讲有鬼，很恐怖哎，真的哎，亲了。哎呦，
所以就整场短或长。米菲游泳，米菲游泳，米菲游泳，不要走。哦，被换位置了。真的是团团小雨啦。团团小雨哦。对。怎么都在吃？完了，壁咚，壁咚，不要，两秒，一秒，不要，给我机会。有票到了，快跑！一票，团团繁星各一票。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水上乐园，往白色汽车走。快！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那里面那栋，对，就这栋。快乐的小鱼人，你们刚刚疯狂在游泳哎！他住宿没给钱。小鱼人，他不是带罪，他不是带罪。随机，时间过一半喽。臭忍者，臭忍者，繁星两票。哎，小雨在外面，小雨在外面。啊！小雨在跑，小雨在跑，小雨在跑。一天剩十七秒。要不行了，要不行了，繁星，要不行了。哎，搭船，哎，搭船哦，还搭船。那个小雨，我提醒你一下啦，你一直关麦。小雨，小雨，你离开，小雨啊！我只有我有开麦耶，完了你又开麦了，没有？而且记得哦，那个白天可以用善用那个跳过白天。嗯啊，对，都一直忘记。刚刚应该直接跳掉哦。对，刚刚没有提醒，才提醒。哇哦！哇哇！小雨补刀了，又在带队了哦，忍者很丢脸。忍者，你真的很坏哎！忍者，你很坏哦！太无情了，太坏了！绝喽 ，battle 喽！哎 ，battle 啦，好了，我们 battle 好了啦 ，battle 啦 ，battle 啦！我已经两个换一个了，可以了吧？不行，我找不到你哎！你们白天就看得到，可以善用那个，只是那个有时候也很坑。对，我就是看粒子效果。这里不好找，这里屋子都粘在一起。屋子太多了，好了，拜托了，拜托。我们拱桥见，拱桥见，来。拱桥吗？再别拱桥，真背头吗？真背头，真的啦。背头，杰克真背头，好不好？来啊！可是你不想走，你为什么不走？没有，没人过去。你要找到这个桥，不然万一有人跳过呢？对啊，也要过来啊，杰克，你在算时间，要马上跳过，对不对？没有人，不要背头，不要背头，拿对眼三秒，干嘛总变这样子？跳了，我会等到自己跳过，然后离开。笑，我是原著，好有鬼，原来杰是原著狼。哎，我原著是狼啦，忍者一定是狼。我以为团是原著，想说他怎么把小雨杀了。没有，是因为刚好带罪走，一直看到。对，啊，我一直在看那个粒子，可是这边不好走。对，没有，房子都粘在一起，会走出来。对，我想到人又到不到，可恶，粘在一起比较尴尬一点，很难看，对不对？你说谁很难看？但是知道是在那个方向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一般有教过，有教过，好不好？就是在那个方向。看到一个那个啦，普通是看他的马尾吗？他的马尾，什么马尾？向哪里就往哪里走。可是他会在我旁边一直绕，哎，是怎样？谁在你旁边绕？因为你一直在绕啊！你手上拿的指南针，然后你一直绕圈圈，指南针会干嘛？也会一直绕圈圈，一直转，一直绕圈圈。所以是怎么看的？完了，我真的看不懂。指南针指向哪里？哪里就是什么北方嘛？那一样啊，线指向哪里，哪里就是人啊。对对对。哦，好，我等下再试试看。哦，我知道，那个米菲去看我的 VOD。哎，聪明聪明，没错。聪明聪明，几秒？看 VOD 怎么了？去看我的 VOD。不懂怎么玩，去看 VOD。VOD 有详细解说。我去走走那个。职业很废耶。我帮你当狼人了，好不好？文聪那个职业哦。不是我现在就是一个，我要躲起来了。你就是一个，哎、欸，我这样对啊，我示范给你，然后你就怀疑我，没有，因为你刚刚都不回答我，你不回答我，直接他觉得你怪怪的、啊。
我还特地来示范给你。嗯，嗨，可是你一直在跑。哎、欸，那边也跳得过去，这里也可以跑。四个，对，可以。忍者最好。哎哎，跳跳跳。对啊，我那四个也可以跳。嗯，那四个可以跳。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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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也不是哎、欸。村庄了，我听村庄声。你死哦？你确定哦？你确定哦？不要不要。没事，不听到有没有？互相伤害。来保护我，彤彤。杰克呢？为什么杰克没有说话啊？我一直在城墙上啊。哦、你是卫兵吗？对啊，卫兵。你这么快？我要守护。哦，拜托。家里的安全。保护谁的笑容啊？我、哦、真的有。彤彤干嘛？彤彤好像是鬼哦，小心一点。什么是鬼？我不知道，他可能没有着，突然没有着装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搞不好他手上等下有斧头。不是，不是，好猛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保你，我保你，我保你。哎、两个技能，两个技能，有无敌跟唱歌都给你了，无敌跟唱歌都给你了，团团。无敌了，无敌。仁至义尽，仁至义尽了。有义气吧，有义气吧。有义气，你活着，你活着。我看到最精彩的一幕。我也看到最精彩的。蚂蚁，蚂蚁，蚂蚁，蚂蚁腿，蚂蚁腿，蚂蚁，蚂蚁，蚂蚁。蚂蚁今天好坏，蚂蚁蚂蚁蚂蚁那个城墙上城墙，对不对？我还在研究。你在研究什么？好好笑，我还在研究要怎么。你也在看那个光怎么追吗？你还在研究追光追？红光走。那你要去？这是追光者。你是什么？百变哦，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玩。对，百变就是要先，就是可以变身的，你要去锁头。装人，然后早上舔一下别人，那你是会跳，对对对，你这样锁定人家就可以，可以模仿他，对，之后就可以变身。还有一个吸群，对对对。啊！可恶，多舔一下你就会变他。不让我舔一下啊！我不知道。团团，你看义气吧，义气吧，义气吧！两个人直接跳下去了、欸。三角。吓死我！先卖人情有没有？先卖。先把他打下去，然后再说自己拯救他。过分。有了，我也可以保护你们了。二零二零，你跳不上来，二零、啊、跳不上来，二零不行啊。没有，那不是我。本是谁啊？二零还是繁星啊？不是二零繁星啊？又繁星三角、啊。二零繁星，二零什么职业？我是预言家，我查到繁星是狼人哦。你干嘛？那你为什么都不讲？你为什么都不讲？哎、欸，不是，看我是什么人？我看错了，对不起。天哪！到底大润发在哪里？到底大润发在哪里？哎，所以你是守卫啊？守卫啊，杰克守卫，我看错了，我跳下去守啊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以为我是守卫，我就跳下去，还是人鱼。然后想说，哦，你是人鱼，我是守卫，哦，原来不是，不是，你是人鱼。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看到超多狼的 ID 啊？哦，那个就是那个、啊、因为有那个原初狼，原初狼。哦欸会让狼人辨别不出自己的伙伴，反正你们那时候就是是不是？我那时候看多一个而已，我看多两个哎、欸，我那时候看多一个二零。我刚想说不敢刀巧克力跟团团，就是因为嗯，队友吗、哦？所以他可能会随机的多一些，他是随机的，随机的多。所以一般狼人就是你没有办法全面的相信，不然刚刚混入飞狼，团团被打下来的时候有机会刀他的，我想说。哇！突然，然后当他拿棒子打我的时候，哦，不对不对，是假的，是假的，这样。不是你们这刚刚怎样？我为什么被繁星砍吗？我刚刚是预言家，然后想说完蛋，我没有技能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狼在我面前穿衣服，就是繁星，他在我前面晃过去，然后我就尖叫一声，我就啊，然后他就。哦，因为隐形啊，因为隐形啊，换不啊？隐形啊。结果是因为我尖叫才发现我的。那什么？鬼掉附近就要干嘛？暂停呼吸，闭气，闭气。嗯，僵尸好吗？僵尸来了，对啊，不是啦，我会看粒子效果好吗，小姐？
来，再来啦！去看我 VOD， 走，去看我的 VOD，VOD， 去看我的 VOD， 有几个要看？最新的，多看一点，多看一点。每个人，我可以查了，我要先查谁？你这么，你查，你可以查谁？长或短呢？你这样会被砍呢、欸？你可以查最长的啦，因为刚刚那个最长的时候查最短的，最长的最长就是。对，就是我们两个、啊。短的话就是至少一个。查一下，查一下。我觉得可能两个之中有鬼吧。嗯，两短有鬼是不是？两长必有一短。有有鬼的。对吧、啊？两长必有一短。鬼的。两长必有一短。备用的。可以跳，可以跳喽。可以跳了。哎，没有，神怒发，我神怒发。有发紫的就是你。发。最长的。发有跳过哦，发。配团。咦、哦？杰克是好人。谢谢，我知道。是好人。哇，你没有捕捉到，我要去查了。你要查查看短的。短的。我觉得短的怪怪的哦，短的都不讲话，刚刚一直 Q 他。对啊。啊，小雨，所以是发。啊。没有，他应该说叫发发快跑吧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啊，刚刚在我旁边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发吧？应该是发。妮妮啊，完了。我现在是没看到他。原来是我。哦，那就是你了，那就是你了。哎、欸、嘿 ，bingo， 答对了。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哎，肯定是你啊。哎、欸，是我吧？游戏力不是你，那是谁？我想要玩这个，那是谁？那二零呢？二零怎么不说话？到底大人发在哪里？我的天！哦，繁星也是好，繁星也是好。哦，差点被杀、啊，好恐怖哦！宇宙宝石里面是什么？插这一个。橘色房子吗？最近怎么大润发之歌？巧克力啦，巧克力是狼啦。巧克力啊，又我橘色房最懂最懂最懂。来巧克力，有两个村民，有两个村民。前面这个橘色有没有另一个村民跳？有没有另一个村民跳？全是我。有没有另一个村民跳？我是哟，我等下唱勇气给你听。我等下唱勇气给你听。还唱歌啊！我要带你去大润发哎，还是你要帮我指路一下大润发？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就在了。走，我去。哎，完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完了。快跑！啊！我真的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。金詹姆斯带出去，包他！我是，放在哪了？放在哪？好混乱！哎，可是反清为什么道具到他没了，还要没了？不是我也看扭动不了哦。对了，金宝宝，跳一提升哦，你是跳一提升，加油，撑下去。啊，这边这边，我靠！你真的踩到脚，完了，完了，加油！大润发。哦呦，我还没去大润发逛哎，你们怎么把我杀了？还是这一张就是大润发、啊？还是你要去爱买？这可以打到吗？还不行。我看你们那个哦，那在哪里呀、啊？很勇哦，很勇哦。下个路口右转。栏杆的地方，团团是好的吗？你是预言家、啊，你可以查吧。他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是狼，发发是狼的是我已经铁了。是狼，我知道他是狼。是啊，其他的二零是什么？剑奇预言家。二零也是剑奇预言家。先摸一下。我已经。我考虑一下。你要后悔啊！你要后悔了。我会。你又要后悔了哦。我会。好啦！哇，你这个坏人！我不是坏人，我一直在找大润发哎！啊，爸爸太慢了。对啊，我以为会只有六秒。哦，人越少越多，看线上的人数，所以人越少就越快，评分的。团团是好人。哇，所以爸爸有在算时间的哦。我想说，怎么没有反悔？我想说，我以为是六秒， nice. 然后就没有想到。现在知道了，进步神速，我的天！你要抓到哪去？我想去。这件很像大润发哦，这件像大润发。对啊，有没有？这件很像大润发，是不
是这些哦，没有血了，没有血了，闻不到了。没有血了，怎么可能？放 CD 了，放 CD 了。Q 啊，你要扫人呐、啊！没扫到，没扫到。那转个方向再扫一次。CD 啊 ，CD 啊。听心跳，听心跳，洗耳。我刚刚、米飞跳过，直接跳过哦。我怎么互相对决？他刚刚在我旁边，所以我才看到的。不是你为什么不报、欸？哎。你怎么报名啊？你是哪里啊？我死了，不能说。我没有死。你可以画个二十岁，想想你在哪？你自己想想你在哪？见习医院，见习医院，今天我们要报一下团啊！你自己的位置自己知道啊。你要见习医院加票一票。哎呀，可以了。是。发是原始榜哎，不是，请问是谁把我跟蚂蚁刀掉的？我不知道，是我。对，我做作业呢。恭喜！我没意识到，我说硬有的那砍一下好了。太狠了！太无情了！哦、小雨，又先有队友了。队友都会显示 always 多一个团团。对啊，会多一个啊？为什么？他就是会摇吗？可能会多人。你知道是团团吗？你很坏哦，这每次都是我、啊。你很坏、欸，很坏哦。爸爸是原初狼啊，好可惜。我们不给力，我们刀太少了，都被抓了。没有，我把小刀掉了。对，因为他就只有两只而已。见习预言家就感觉很假，我的见习预言家真的很骗子，不行，不要再看见习预言家了。可以耶。见习预言家哭了。哭了，见习，那再来喽，走走走，我是见习预言家，我是见习，我也是见习预言家，哎，好巧哦，我是见习预言家，我的天，我要哭起来，哎，百变男的那个变身，变身不容易，你就是反正刀人之前就反正看可不可以锁一锁，嗯，我刚刚其实就是想要去捕捉，就完了，这个城墙上越来越多人的。那个墙在城墙上，哇，城墙一堆人你不要过来，预言家必须留一个，你走。我不是见习预言家，完了，大润发在哪里？有要大润发是不是？我随便查，团团是好人，团团是好人。你是地球国，不要碰触我，不要啦！完了，城墙上那个是谁？城墙上面有狼人，我走了。所以那个是谁？城墙上那个是谁？杰克啊！我下来了。杰克没事了。我救命！救命！啊啊！超忍者。死了，没办法。所以他是躲房间里面，偷偷的杀人。没死啊！我们现在盘一下，谁会跳这个跑酷点？猎人很像的猎人哦。很像啊！我来拍一下，谁会跑这边跑酷点，好不好？走啊！有！哎呀！我刚刚隐形了啦！我刚刚隐形了。杰克法被刀，所以现在剩一个。我手。被枪。嗯。那这样子排一排，不就是巧克力？巧克力跟小雨吗？嗯。我刚刚也在那里耶。你哪有？有吧？就是你有吧？你总监那么坏，有吧？你们想一下，有总监那么坏，在哪里？那我就两个了啦，这么晚呢？啊，我就怕啊，找不到啊！你在大润发里面啊，找一下。我可以反悔啊，我可以反悔啊。反悔白天啊，来不及了啦，我们要完蛋。反悔白天跳过太快了啦，还好吧？反悔白天还行吧？小雨没开麦，可以，小雨开了，骗他了，骗他一下，骗他一下。小雨不管怎样，我们先把他们都刀一刀再说。哎，那你们两个原初啊，但是你的啊。哎，要不要先内讧一下？你们想一下啦。原初应该是我的吧？我要改变世界，最后再说，最后再说，把他们都刀再说。后面我不唱了，努力努力，绝不放弃。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。你是去墙上了啊？嘿，男生男生，墙上他没跳上去。你们想一下哦，你们想一下哦。我的妈呀！哦，又是内鬼杀了猎人。你们被鬼杀了一人，
因为你们不是他跟我说，他跟我说就是你这样会死哦，我想说好没关系，那我死就死是发发。对不起的啊，让我们狼人相见欢。可恶！杀死之后我就看名单剩下巧克力，我说嗯，那我把那个把它擦掉了，那我们可以继续了。我还想说很开心。担心你是原著，哎呦，是不是？我有在看名单的啊，这个啊，我们第三个怎么第四个狼又是团团？啊，他举反而没有哎、欸，他举最下面那个、啊。我有哎、欸，哦，最机会耶、欸，所以都是随机的。对啊，超好笑。随机的团团坏人，哎、欸，不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终于大刀阔斧，好玩，没有被抓到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抓不到，就直接躲起来不去现身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地图好可怕。对呀、啊，不要再去那个外面城墙上了，太危险了。对，那边都是人。有啊，刚刚有我，刚刚有我。那你可以加加哦。那 1.18 下载很慢呢、欸。他没开过，那可以等一下。那你可以先等你五分钟。那你可以先，你可以等了15分钟了。继续砸，太久的。那你，对啊、你的。你的有点猛，你的只能再重新15分钟了。你的那个麦块好大哦，档案很大的麦块。那个诺音可以听，那大家也可以看看，我们要怨灵要来了。好诶，好。怨灵哪一个怨灵还没出现？巫毒女孩最复杂的怨灵，这么好诶，没有。他呢可以先看他的报名式技能，他呢晚上的时候，如果你他一样就是你可以自己切现形或隐形，对，那如果你是在现形状况之下，你就可以拿一个古针去打向没有无敌的玩家，就可以使他被诅咒。那只要对方被诅咒3次的话，对方就会直接死掉。对，能不能就是3连打，然后他直接秒，我不知道，只要玩了才知道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怨灵不论是隐形还是没有隐形，你都会是无敌的，所以是不用担忧。好嘞。所以就是反正就是你超强，你要去打狼也可以，你要去打谁都可以。OK。好的。那被捅的时候会知道吗？那会有啪啪啪的吗？不知道哎。确定？对，因为要玩了才知道。对，那他这边祝二也有说啊，这应该不用管，他只是说女孩死亡诅咒还会在，这只是给更多的女孩的时候。对，如果有很多女孩的话。对，女孩有诅咒，诅咒3层以上玩家立即死亡，哎、很可怕的。那女巫的解药是可以消除诅咒哦，所以我们猎人换成女巫。好。啊，这样子的女巫更凶哎、欸，打狼人很强哎、欸，他去打狼人很强哎、欸，对，因为他基本上就无敌啊。那你狼在那边皮，他就是在那边直接把你揍爆，直接捅你啊，安你弄歪。对，而且还记得怨灵的获胜条件其实就是要把狼都驱逐。对，所以巫毒女孩晚上基本上都是无敌，然后你就过去打狼，嗯，好爽，开心，狼好可怜哦，狼有点可怜。那我们狼两个百变狼，一个黑狼王，好不好？让那个狼也可以多去弄一下别人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村民不当村民了，村民跑去当巫毒女孩了。没有村民的，等一下，对，可以三个狼人，一个怨灵，好人只有6个哦，好人很少哦。好，好像只有6个，好像只有6个哦。那个见习预言家是不是不太能做事？对啊，没啥事可说。是见习预言家，对，见习时间还是有无敌可以用，所以还是可以用。对啊，他也是无敌。他不才5秒吗？5秒其实够了，5秒蛮够，可以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对呀、啊，波波3秒就够了，你5秒很够了。哦，那好啦，可以理解。是啊，波波有没有感觉到被臭？有啊，被臭了。有在臭，还好吧？臭。那我们接下来玩玩花村。好。投票所，投票所，好不好？投票啊，那我们去投。
走起，走喽！我爱拯救世界。这边还是忘不太确定哪里可以，我哪里可以？对，我爱拯救世界。就一样，那个跳到上面还蛮强。他只对，好像只有上面那边吧。可是那边有很多人啊。投票所上是那个发法表现非凡。对，那个直接跳到上面去啊，直接跳到上面去。对，那也是蛮夸张的啦。那先不变，如果等一下太 OP， 再把它变掉。好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只有狼人像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出不去了。嗯，为什么出不去啊？哪点呢？因为在桥下，它是一格的水啊，我游进来，结果出不去了。哇，你先跳过，我先把你踢出来。我把繁星踢出来了。出来了。所以那边是一个点 bug 点位。对，它桥下有那个水，小心一点。好，桥下水，自己小心。上面树上超多人哦，到处都是人哦。是吧，繁星？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 ？B O B 哦，你干嘛？你哎，你后面。人鱼在唱歌，人鱼在唱歌。一星期秋瓜，一首葡萄不卖瓜。哎呦！你旁边有鬼啊？有人在下面，下面鬼在下面。哦哟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八八八！一九瓜啊哦！太快了，让我玩一下。完了，完了，这边怎么上来的？哎，我是随便按的。上来了吗？哎，你很棒哎！你很棒哎！你有装哎！你很棒哎！而且他可以为什么要不随便干嘛驱逐狼人呢、欸？那边所有一个，然后我的神殿里面下面有两只，是谁帮我三十秒？晚上三十秒又没了。不是你吗，蚂蚁？我怎么可能？我是蚂蚁。刚刚这边有鬼呢！啊，有一只在下面，我有看到。完了，我才刚从剑形变成剑。变成正式的开始剑行了吗？好吧，那我反悔一下。我觉得话好像蛮真的哦。我反悔了，我讲的就是哦。那是谁？不要，你刚刚说不是，我不是，没有，你是来自哪里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要说啊？我没有看到好伙伴，我是你。他跳了。这样。小雨是怎样？小雨是怎样？是小雨怎样？来啊！我无敌啊！我无敌啊！无敌给你看啊！五啊！所以你是那个？不是啊，你不是那个啊？是五啊！不是五啊！哇，这为什么预言家会乱吗？哦，因为有那个，还有改变了，对。哇哟！哇，下面好好。你看，法法，你不留我，法法。不是，还有我解释。然后我去找二零，在下面堵他。我到院乱码。不是，刚刚很夸张。下去了，不是。哎，这个地图根本就是在六哈士奇的好地方啊！哇，再次，哇，再次放箭了，戴翠，好狠的戴翠啊！我举枪的时候，你看我就没了，三了，太狠，让我死吧！还是有机会，冲啊！也秀一下，让他们互杀，秀一下身法。要不睡？感觉可以哦。二零快跑！所以你没有碰人的话，就不可能结束了。二零有两只哈士奇，你要赢的话，还是要跳一个跑。哎呦，跑！可惜，有救！二零，跳过边！完了！怎么进来？这个是谁？是谁？有机会！哦，你是不是原出了？我不是，没有原出了，没有原出，没有原出了。哦，加速 speed， 我全员加速！可是二零是不是只有十秒，我又加一了。没，不过你刚刚砍我，你就能赢了。我刚刚有猎枪举二零，我们要一起加一，你知道吗？爸爸，你有什么好说的？爸爸，刚刚
刚很好笑，刚刚我跑到屋顶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狼追上来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算了啦，已经都最后一波了，然后就随便按一个，然后你就。然后就走了。好运方法。然后变身是可以变，我刚刚变成小雨，然后去追击。我还想要古筝对他敲敲。下一个巫毒女孩自己体验。感觉好玩耶，我要玩。至少巫毒女孩一到晚上的时候是现行的状态，如果你要隐形要自己。要再按一次，对，要记得，好吧？进去是现行的，你要现行才能搓，对，你要现行才可以搓。等下，我想要厘清一下，所以我刚刚救到的小雨是假小雨，假小雨，对你这样，你好难听哦。我已经输了，你刚刚第一个救的是我，还敢变呢？杰克，你刚讲话好难听哦，是假的啊。然后嘞，刚刚你背后假的小雨啊，不是，真假小雨，见习的烂东东，你很凶哎、欸，你真的都不给人家尊重，对啊，我今天已经打好几场了，我不要再唱这个了，我一直被杀。可是我死很快，你应该马上就变成预言家，你干嘛一刚刚就当着预言家，然后呢就活到最后了，hero。对啊，好职业要好好知道啊。可以跳了，可以跳了，这边好危险哦！你们干嘛？哎呦，为什么？哎呦，我是觉得怪怪的。你想干嘛？不是我的波纹啦，魔法师好人。哎，玩到谁？你们那边，杰克。哎呦呦，2020，我是你，我是你。哦，我刚刚就是白不戳一个一样，一个在底下，一个在底下。下面的是蚂蚁啊，投票所旁边的蚂蚁，你不要瞬间变身哦，我很难过。只看一个狼，只看到一个狼，没有第二个狼哦。樱花树下，樱花树下，樱花树下，樱花树下。我刚刚被自己插了。米菲不在，米菲是狼。我刚查，我刚是狼。我刚米菲是巫毒女孩，可以先不用查她，让她再活一晚。你没有看到你，没有看到你哦！哎，来了，树上！杰克啊，好像还在上面，或者是投票所。没有，他跳下来了。杰克，我在上面看，没看到，上面没有，他跳下去投票所看看。杰克，在鸟居是不是啊？讲看上面是谁？没有吧？上面哎，没有吗？都没有，上面没人啊，是你哦。是我对，不，你确定你没有保杰克吗？没有，没保杰克，因为他变成没有，他刚刚杰克直接穿装把小雨给过了。保时捷，然后杰克躲下来，然后你就说没有。我波波也是狼啊，波波也是狼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我把你的队友毒了，不要跳过嘛。哎，蚂蚁，好，蚂蚁是不是？蚂蚁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票蚂蚁，我票蚂蚁的。毒女孩啊，刚刚有人乱戳我。那个叉米菲，乱码米菲，乱码。感觉米菲，我他就都不在啊，我们全部都在，就只有你跟蚂蚁。韩信也没看，我预言家。你是预言。那下一场可以加了。嗯，那就是。我在哪里？你是哪一个？哎呀，这什么东西？哎，哦。我不好了，不换位置，前后共一。那个你是好发还是假发？是怎样？你是会发，你是会投票数，他很喜欢，就是那个手上拿着斧头啊，可是他没有穿装。有坏发，我后面。那你是真的繁星吗？我是红发。你猜啊？下面的是好发在哪里？好发在哪里？我在鸟居，你鸟居上面鸟居，爸跑，爸继续跑，爸继续跑。好发，我卡住。坏发在哪？坏发在哪？我不是坏发。对，你是好发，我要找坏发。哪一个是坏发嘞？坏发。哎，完了，他跳到那里了。跳到哪？跳到哪里？我说是好发，不能这样啦。这个太可以耶，变掉了。要变的，要变的。不会，这个跳不来。不，挑战一下。把这玩家删掉。
跑过去，跑过去，是可以跳，是好像也只能在这里。对，最高就是巧克力那里的样子。对啊，对，只是就是这边还可以一直跑。哦，这个 OP 点哦，猎人射他，女巫射他，屋顶上可以跑。嗯，猎人他不动了，射他。上不去头上射而已，你应该跳不过来吧？想一下哦，想一下哦。亲，他跳得过来。全体引擎，全体引擎，没事没事。好可惜哦，这个应该晚点按的。好可怕，他在哪里？纳帕德。嘘，哎哎哎，他在你后面，屁股在你屁股后面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巧克力是巫毒，是女孩，巧克力是。哎呀，你怎么是巫毒啊？验一下，他的验那个长的，验那个长的。哦，不交了，不交了，不交了。哦不，所以刚刚他的古筝是一个晚上只能打一次。哦，一晚上打一次哦。对，所以死了呢。其实这样很多，这样子其实很难打死人，难打死。完，我把那 OP 点变了，这个。变掉了，你把它拔掉了，变掉了，变掉了。哦，牺牲自我，让大家理会理解了。可惜的，我想要帅气的三连打，可恶！我看不掉你。工具，我是好爸爸，请投我一票。你是坏，你是坏人。我是好爸爸，加一就这样。啊，玩到反悔了，对不起。我的毒瘾。玩怎么反悔？玩到反悔了。你要按票吗？跳过白天。对，一比一。我是好爸爸，相信他。哎呦，我是坏的。耶，加一。我连续两场了，我的天哪！对，我连续两场巫毒女孩。对啊，你很猛，很好哦。我就故意现行在那里走啊，就想说可以反打，结果就只有一针，可恶。哦。捅人家。所以其实巫毒女孩就还好啊，因为你要三个晚上打同一个人才可以，要打同一个，那其实很难，蛮难的。不不，你其实知道我前面在干嘛吗？被诅咒会有什么讯息吗？就他就跟我说，我看一下哦，你会有吗？他有，他有讯息，他有讯息。打你有打过谁？晚八多少？打杰克而已吧。杰克而已。对，我就只打那一下而已。他说你受到了一层诅咒，目前总共有一层，三层即刻死亡。所以被打也会知道。那这样其实很明显可以抓到哎。对，其实巫毒女孩没有现形，没有太强啊。嗯，没有，捅完人家隐形啊。可是你要现形才能打，现形才能打，你就被看到。去看我的必要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有，应该是说，应该说，就算现形哦，真的打完马上隐形，那个也很难啦，我觉得很难。对方狼人就直接可以爆出你，那他们就会去查你。对，我不知道我前面在干嘛吗？我在舔人，在舔人，我知道啊，你在舔啊，偷舔发发。那我们那个诺英也加加喽，可以可以。那我们多一个春明，好，让狼人变更强，好不好？两个黑狼王，百变狼只有一个。嗯，好。好。那预言家，因为巫毒女孩其实还好，所以预言家就只有一个。嗯，那场上更混乱，也有掘墓者。好。预言家、女巫、忍者、人鱼、掘墓、守卫、村民。好。要跳身份，不要跳错哦。好。不要乱跳哦。我猎人呢？我猎人呢？送他出去。没送他出去。没有见习预言家吗？走起，走起！见习掘墓者，我是好发发职业，最好，好不好？好发，真的看到两个发，多一个发就不对了。我觉得刚刚波波反应很有趣，左边看发发，右边看发发，到底是哪一个发？到底是哪个发？哪个才是好发？哇，树上一堆，你在干嘛？迁徙哦，害怕。可是树上其实能走的地方还蛮多的。迁徙是可以跑，迁徙呀，迁徙爬树。反正是你下面要上来就。那我爬个树好了。你爬个。哭，哭。待在这个好位置。对不起，我没上去。我没上去。有人在上去。那个是谁？那个是谁？有人在凑我。
有一个树上穿装的是谁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旁边有穿装，他跳过去。树上只有妈妈。树上，隐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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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好像也是狼欸，我看到穿装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他哭啊！杰克是好人啊，我是好人啊。坦坦显形，你是坦吗？坦坦显形，坦坦显形哦。对，我看错了，坦是显形，坦是显形的。看一下爆米花呢？啊，小雨，不是，这是我躲起来，我躲起来。哭啊！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我看到了，巧克力啦！哎，白痴！难不难呢？冰冰哦，还敢乱来啊？冰冰，干得好啊！哎，小弟嘞，呵呵的，没办法吧 ？Nice 哎，没办法 ，Nice。嗯，小弟嘞，呵呵，不是吧？你们呵呵的。米菲呢？米菲在哪里？我在树，我爬不上去。我讲一下啦。巧克力刀了，刀了团团了。我可以变身，我可以变身。嗯，可以变成团团。你变成你得变成团团。我躲在这里，你都可以找到你，为什么啊？不是我，我是看到团团跟你在旁边。我是说团那个杰克。哦。他在哪？我很隐秘了。他坐下。杰克没开麦，杰克。杰克生气了。杰克气气哟，杰克自己跳，我还气个屁！那你就出去，被我关到麦了。我想说，我喊了三个人都没人理我。你没有，你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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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，没了。我说要关麦，估计有猜到是谁了。我想说，你好猛，居然走过来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其实就在那里。对，我是等你下来，我想说这里可以躲。我在抓老鼠。你会不会被叮？你会不会被叮？我帮你解一下。又要被叮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死了！我不靠你啦！那个米菲，米菲是你，米菲是那个巫毒女孩，米菲是巫毒女孩。哦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你有没有被叮？你有没有被蚊虫叮咬？这里有小护士。我被叮了。帮你抹那个小护士。是啊，我需要抹小护士。我被叮了。没了，被死了。米菲，米菲，我们可以跳过啊，没事啊。我抓到一只吸超多血的蚊子。哎呦！你被叮了！哇，你说米菲吗？不要被叮三口哦！要被叮三口哦！小心点，可以。小心点，只叮巧克力人呐！哎呦，不舒服，不舒服！跳跳跳跳！我旁边呐！按错了，我反悔了！我真的反悔了啦！我刚反悔了啦！好不，再出去，小心！哇！啊、你为什么不讲话啊？因为我蚂蚁在哪？蚂蚁在哪？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我是团团，我是团团。你是狼对不对？我是团团。你是团团哎！我是团团，我要看出 PPT 圈了。你是好团团吗？这才可以看到。哎呦，这是我发光团团吗？哇！那个忍者，忍者哦，哎，等，那个巫毒女孩，我们等白天去票她。忍者自己发光，我自己发光了，你怎么自己发光？谁是讲？完蛋了，我是团团，你要米菲，米菲来玩，我是团团，团团来了。好，访问建村哦，好，访问建村哦，发光了。你要穿那个三十公分高跟鞋。弄它。倒是不用啊。哎，这有屏障哎。他不知道怎么快的，好强哦。好猛哦。没有啊，绝对过去的。绝对防御。对啊，要从后面。哎，不是，不行哎。啊，我看出来怎么走了，不能说。我看出来，我也看出来。我也大概知道怎么走，我知道怎么走。我看懂了。我看懂了，感觉好像有点 OP 吗？不会 OP， 可是会不会进去就出不来啊？要转个念，要转个念，转个念一下，转念一下。所以进去出得来吗？
知道，你出得来吗？感觉出不去，啊、感觉出不去了。那边出不去，那边出不去。但是有地方可以进去。他单行道，诺也被困住了，诺也被困住了，所以怎么困在这里？哦，那这边你翻滚，你翻滚，等下等下，这是翻滚，要翻滚，TP 出来，我把它 TP 出来。吓死我了！那地图有一些地方还是会卡住了、欸。我觉得他是跳树那里耶，跳树往右边走，是吧？感觉是。这边要不要帮你挡？有可能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应该是吧。什么狐狸？对啊，狐狸耶！对，怎么狐狸？他现在被困在这里出不来。诺英，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，诺英。不然就是这边、啊、没有没有，全村希望是团团，你是团团吗？团团。你可以一直盯同一个哦，我以为另外一只也不行。可以。好过分哦，坏团团。对啊，长得好哇，变态哇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刀他、啊？他为什么他可以死？为什么他死了？哎、欸，就他死了，他没有无敌耶、欸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刚刚有说，不是他说那个好人已经全部死了，所以我就没有永久无敌了。碎、哦、啦、哦！所以好人全灭的时候，女巫就不能得逞了。对啊，哦、我坐在那里我也没用啊，我不能。哦、我还以为是因为我变成你，所以就。是让你失去能力，没有，我就变成米菲，那也 OP 了吧？那也不错哎、欸，我正想要喊说，呦咦呦咦呦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呦 ，Welcome to PTT Channel， 分灵体，来就获胜啦！我也感受到我获胜了，我很开心。你感觉一起胜了？巧克力被烧掉，那时候他对。对我，你知道我变成米菲，然后我下一秒想说啊，会不会诺英分不出，分不出来。然后游戏结束还想说，是我被掏了吗？哦，没事没事。我现在回来了，很害怕哦。我现在来这了，笑死。好，加油加油，走起。走起。白痴弄真。所以怨灵如果好人都出局的话，怨灵也就没事了、哦。这个是新改的吧？嗯、以前我记得没有，之前好像没有。新改的，是因为坦白说那就不是白天 PK 啊。我觉得这样设计还不错，我也觉得。不然前面有好多场都是僵局。对，像米菲刚刚的位置就是树那边过去啊，那也还好。对，那我们可以走。那那边是不是回不？那边回不来了吧？对，那出不去，那出不来哦。啊，所以我刚想说算了算了。狼人应该可以出来吧？你就跳够高吗？狼人可以，对，那就是跳比较高啊。你是好人，就过去，只是当完了，想被宰的肥羊，待宰的肥羊。完了，不要杀我，亲爱的，拜托不要杀我。我是个大润发好员工，又来又来，又来还告诉别人大润发在哪里？大润发一直在寻找，在这里。为了寻找，甚至唱起来。我要查谁呢？先查个最短的好了。短最短。对啊，他都没讲话、欸。二零，你好像都没什么讲话、欸。没说话哎、欸。嗯。二零。哎、欸，后面有一只。二零。后面有一只。后面有一个。好人。波波是好人。来了来了。哎，我是在这里。我刚刚看到你在这里啊。哇哇哇！你们上面，你们上面自己小心，你们上面自己小心。哦哦哦！加速在那那那那那。来了来了。哇！百变是不是没了？百变是不是没了？哎，繁星，繁星变成哥是繁星，百变是繁星，那就是繁星，他被毒死了。哦，好猛啊！你跟我讲一下，我去挖挖一下，挖挖一下。你要去挖？我去挖。在树上。二零四啊！变态。没有死了不能说。对，掘墓者的那个晚上会有那个指引的。嗯、欸，对，我没有掘墓哎，掘墓都一直都没做事，掘墓都没有挖过，太难做事了。刚刚我很早就死掉了。你要在晚上的时候，你跟狼一样会有那个线，嗯，线，对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找。不确定是每一晚都有，还是只有隔天。不是过一晚还会不会在、欸？应该会吧。过一晚会吧？不是要下一晚才能变吗？二零的应该在地上，他原本在树上，他跳下去。我们那时候都跳下去，因为我们不晓得有女巫。我按了一个，我按了一个加速，好棒，好棒，那是加速哎、欸，不是，
哦，啊 ，High Chocolate 是狼 ，High Chocolate， 啊，坏巧克力，太坏了，好可怕，骗谁？不是啊，我要早点做事嘛，怎么这么多坏人？对呀。熊猫团团是不是你也是啊？我不是啦，你要听你要听歌吗？你是谁啦？怎样啊？早就看到你了，是你是白我？你刚刚绝谁啊？唱什么听不到哎、欸？队友啦，白痴哦！他刚绝粉，你又不就掉下去了？哎、啊，你又不说，我怎么知道？我都已经翻开底牌了，团团不团。你翻开你的覆盖的手卡，有两元钟，不要掉，不要掉！哇哇哇！你好有勇气哦，喂！喂，砍他，砍他，砍他！啊！我怎么？完了！我有，早就去别挖那个了。死的，死在树上。我以为你挖的是女巫啊！这是好怨灵，对。爸爸是巫毒，好杰克斯啊！爸爸是巫毒，快来快点，赶快去戳他们！我插针了，我插针了，你才让我插个两管，等等，我们直接跳过。我去插个两管，我帮你们报仇。我好，你们报仇。你再插一下，你再插一下，旭哥，你被给解决就没事了。你再插一下，你再插。你们要好好活着啊！我帮你解决，我们帮你解决掉一个。等一下，我去努力。要插？不可能啊！你没办法，没办法那么会插。你插两个晚上，很强呢。有员工出动了。他们在那个鸟居那边，鸟居那边。鸟居是不是？好的，对，树上，树上，树上。OK， 我来了。你帮我到位一下。哪里啊？那个线。他要过来了，他要过来了。你要坚持啊！你是不是在这啊？你是不是在这啊？我先跑一下，你先跑，你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呀，哎呀，树神，基因树神殿，好，你好快啊！没关系，我死了就算了。哎，巫毒女孩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哦哟，不需要标标，有，我也获胜了，耶！你死了！所以包包刚刚穿了百变狼，我想说不是没百变狼了吗？怎么突然又有？他外木了啊！因为我那个是诺英，我打下去位置，然后我看到包包在那附近，我太害怕他是女巫了。啊！他就是从树上过去，我仿佛都可以听到他有没有变成女巫，然后心里窃笑巧克力。嘿，你让我变成一个女巫，我等下就毒爆你！哇，他听起来真的是很快。肯定得刀，肯定得刀。真的，那是想刀。不好意思，他的巫毒打下去，他是会跳显示是会有一层啊，一层诅咒。我身上有一层诅咒。哦。对他不会说是谁啊，可是你一回头就可以看到你啊，就基本上看到。对，所以才会说巫毒女孩的诅咒好像没办法太强。就两针。如果是用射飞镖的话，感觉可以。他那样射飞镖很酷，如果是女巫那种，跟女巫一样啊，那种锁感觉还可以。对对，远远的感觉还可以。远远的锁，那你也不晓得到底是谁锁你。狙击手，对，这样好玩呢。是古筝，而且跟大家一样的那种吊杆，人家只想说，哎，莫名其妙就有了。吹箭，咻，对啊，感觉用镭射笔，镭射笔。对不起，我是个坏人。每次他嘟了我。晚上想说你没有着装，你应该是好人吧？对。然后你不知道那时候我跟二零都跳下去，然后你把繁星堵了，我就把二零的刀了。我想说二零下去怎么死的？而且团团躲的位置都好坏哦，他来到我的怀抱啊，二零。那边是密室去的，然后躲在山壁后面。叹气了，叹气了。不相信了，不相信了。太危险了，不聚在一起了。不能聚，不能聚。Nice， 好危险呀 ！Nice， 太危险了。我是还没赢，那这个赢过最后刺激的时刻到了哦！不，要开蠢了吗？要开蠢了吗？开蠢了！滚的，开丘比特了吗？哇，比特吗？滚的，蠢职业最混乱的时刻，完蛋！还记得蠢女巫解药是毒药，毒药是解药，解药对。那蠢的掘墓哦，就使用后立刻断，没办法变掉。
蠢的巫毒娃娃好，巫毒蠢的巫毒娃娃，你会诅咒到女孩，诅咒到自己，好哇！只要是蠢的怨灵，就没有永久无敌。对对，先自己戳两针，快不行再戳一针。哦，那隐形哇，这就是抖技能都是反过来的。然后是新管啊，那个插太多的针没血了。你自己插的，你的力点就等于是你是空枪啦。啊，那个黑狼王也是一样，就是空枪。空枪，嗯，对，你会以为自己有，但其实没有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啊，最后蠢的时机哦，我们就回来我们的经典城镇。看来这在啦，有票人间不会背叛我们了。对，只有票人间。哎呦，怎么又是四四个蠢哦？所以这样的几率是多少，波波？四个蠢，四个蠢，十一个人，你说四成哦，还是什么？四个人，十一个人里面会有四个人，四个蠢，11个，大概三十多吧。那这四分，然后然后就跟你说这样算几率，他就跟你说这样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啊，这样可以，我说是16.9就好，16.9 OK 的。环跟小雨在大楼，他们两个怪怪的哦，我走了。在大楼都怪怪的吗？为什么在大楼怪怪的？怪楼很正常啊。彼此在追逐，不晓得谁在追谁啦。哎，我还看到一个。然后监督你会白天其实都可以那个跳了，这里有监督。你想一下哦，我想一下，我哎，我不，我忘，我刚刚忘记看这个职业蠢的到底是怎样了。你是什么啊？你说啊，可以教你啊。我是掘墓。掘墓就是直接会断掉，怎么办？你们要相信我，没有用。巧克力是狼，你们要相信我。真的假的？又我就查最长的而已啊。他妈的，是蠢的，完了。我觉得团团跟那个小雨很可疑，他们太可疑。已经死了，你不是你要的吗？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不会吧？你们活下去啊？气死！要努力。气死！请问村民有蠢的村民吗？有有吧，有都会有蠢的，都有，肯定都要有吧？哦不，好哦不，蛮村有蠢，蛮村民的吗？等一下啦，你让我玩着玩一下啦，你很讨厌呢，我你很讨厌，你很讨厌，你更讨厌啊！他是节目啊，你是欺负人家，包包，拿你来。我还记得你是哦，他之前自己把我票掉的，我都还记得。没有，我忘了，我忘了，因为水瓶座不会记仇，我忘了。同意同意同意，同意同意。对，绝对没问题啊！我变鬼也要同意。怎样？你不是你觉得水瓶座不行吗？你在哪里啊？出来啊！很好啊，出来了。你这情绪发作哦，很好啊，哈哈。啊哈，你感觉很勉强。你是不是在假笑？哦，没有。你都在陪笑。好，没有。我别乱唱歌，死定了。我还是让你唱歌了。快上完了，我刚明明在唱。有妈妈好，妈妈，我要死了，妈妈。应该没有吧？我看你旁边没人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应该可以。那你是聪明还是笨蛋？哎，我好像是聪明。辨别一下，辨别一下自己。验身份。哎，我是聪明的。哎呦。可是有时候都是自己觉得自己聪明啊，自己以为自己聪明，什么东西？说明只是你是一个笨小孩啊。旅客，你是不是狼？我哦不，啊？嗯，哎，太棒了吧？哎，麦，麦，嗨，我还特地走到他面前呢，太坏了！坏了！哎，角度差，你直接切进来，我没看到哎。我从后面来啊！爆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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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甲了！哎，很会躲，笑死了！我怕你没看到我啊，他还是没看到。有有，我走到他面前。贴脸了，唱歌都没看到人。米菲，贴脸都没看到人。米菲，
干嘛？你是什么？你是狼人？谁要被我偷的？你是狼人？我是好人。什么狼人？你是狼人？我看清楚你了。你有点看不太出来呢。我看得一清二楚哦。这边高楼太多了，没有，慢慢你没有看高楼太多了，真的。对啊，这里。你去看我的 VOD。那可能是徐仙犬吧？怎么都闻得到、啊？你就在看 VOD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那个线好，很呛哎、欸，很呛哎、欸，那个线分辨不出来了，到底在哪里呢？绝对量不到。李多维，哎呦呦呦！李飞，你是好人吗？他坏人呐、啊，能插针，他狼人，他狼，他狼，插针，他狼，他狼，他很坏。你是你能插针，你也是坏人呢、啊？为什么？查他了，查他了，查针都是坏人。我查你飞啦、啊，就查到他是狼啊。可是巧克力也是狼、啊。你看错了，你看错了。那我查到你是狼哦。你再看一次，真的。我看到就是啊，我只是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啊？我相信啊。那恶灵被毒死的，我查他是好人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我杀的。对啊。哇。我是说。对啊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哪我哪都出来的时候你，你要去哪？那个坏人，那个坏人，爸，不要了，太掉了，一起玩游戏了吧？来啊来啊来啊！勇气只有五秒啊！就跟你说只有五秒啊！啊，我是很聪明诶，可是难怪我没把你推开。哦，是你没有推开的能力。你想推开我却推不开，对不起了。好把你推开。杰克，哇，好啦，你要不要吃解药？杰克，我问你是好不好？你应该有这种聪明的，来诅咒诅咒，来我帮你解，帮你解。哇！蠢的物种女孩，重点是我隐形被砍到是怎样？不是有那个效果，是我刚刚不小心砍到那，因为我太紧张了，然后我一看到前面一个人，我就按下去，然后我发现啊不对，我按下去了，完蛋，然后我就开始，怎么太爆音了吧？等一下，我这个然后他一直用那个狼人笔记本说诺音 sorry， 诺音 sorry。小声一点啊！太激动了，我刚刚太激动了，然后我就按下去不去努力，还在那边弄一手雷。我抱歉，跟他道歉。我太激动了哦，我吓到。你知道那时候我就从蚂蚁后面蹦蹦跳跳，蚂蚁就背对我，然后就蹲在他后面，然后叫他蚂蚁蚂蚁蚂蚁，然后他不理我，我就蹲到他前面，然后把他倒了。好过分哦！坏了，来了吧？蚂蚁讨厌他、啊，我让他可以看到是谁杀了他，多么的用心啊！是不是团团、啊？这种玩法不是蠢蛋可以理解的啦，蠢蛋下去。哎、欸，我狼竟然没有蠢的，我好人全蠢。对啊，好人全蠢的好惨。恶灵只有那个狼蠢的话，那个会跑慢，但是他的武器还是可以刀的，啊、还是可以刀。我刚刚无线电测试了一下。好像不是蠢的巫毒女孩，超好笑，怎么哭啊？蠢人者自己发光，好超亮的。你看，我就说团团跟小雨在那很可疑啊！你看，我们两个很可怜，我们俩都笨蛋啊，可怜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是。是这样。我们要去算16减9了吗？算不完了，算不完了，算不出来了，算不出来了。接一是六，四个蠢蛋继续嗨喽！好，小心小心，一定是四个吗？我不要去那栋了，几率啦，那栋楼有问题啊！这栋如果又在出蠢，是笨蛋呢？哪一栋有问题？如果又在出是你们那栋的话，就没办法。我刚跟那个米菲都是聪明的，那你说米菲刚蹲在一楼吗？哦，好耶，我是蠢的。我刚按到截图，你现在最好会知道。你现在我猜的，我肯定是蠢的。担心，我很抱歉，这是我来我用的。你在干嘛？你跳一个。没有，哎呀，晚上喽。工程师在修摩天轮啊，等一下。别啊！干嘛有全体加？看这个，看这个。刚工程师在。聪明的，听到怪怪声音的。
那狼是聪明的，但他脑袋沉沉我下去就上来而已啊。啊，那屋檐不能踩哦，一样。我看那个名字最长的是好人啊，名字最长的。谢了谢了，名字最长的差点就要被刀了，真的是谢了，真的是谢了。告他啦，告他。谢罗，哎，长的是我，结果你在那边。我最长，你看一下，你按一下 table。你不是最长的，你差一个。我差一点哦，我以为是同样的、欸。你没有、啊，我拿姿势量。我不是。你把那个底线变成全身都是你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对面跳。我的姿势量比较长哎、欸，我比较长。进来了。骗人。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 JACK 啊，但我比较长。耶、yeah, ，你是谁？耶是谁？不是没有蠢狼，蠢狼、yeah. 有蠢狼，有蠢狼啊，有蠢狼，有蠢狼。耶、yeah. ！会打野的谁？我们开始推一下。米菲刚刚有打野。米菲刚刚有打野。波波跳过。米菲刚刚夜了是不是？可以票波波。你是不是狼啊？杰克是不是狼？杰克好人。杰克不是。你说我狼哦？你死定了。我相信你，急救所，急救所，急救所，是我的急救所在哪里啊？没有，另外一边的大楼，他跳下去了，他跳到那个屋顶上，炸下旁边屋顶，炸下旁边，炸下屋顶，他跳下去了，他跳下去了，他在旁边，他追我，忍者带追我啊！我看你要带罪，带罪，要罚的，你疯了！你现在不能带罪啊！你是发疯了，你是发疯了，好疯！打杰克，杰克，他去打了。哦，忍者刚刚带罪他啦。哦、oh, ，对，我刚刚有带罪，是吗？对，那你什么、啊？我想一下、啊，是不是杰克狼？我不是啊，返回吧，返回吧，我刚刚都有预言，返回吧，返回，返回，还是下去吧，对啊，他是金水，还是下去吧。你咬金水，你只能出局了。好，偷看一下，还有厌世好人，是吧？那个，不是，不是我，你刚才从我前面变身下去了。是他，那就是他，他跳下去了。是他，那是他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让我撅一下，让我撅一下。他这里有没有？要让我撅一下，我没玩过。你撅，我找一下他尸体在哪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没玩过。你们要不要下来？你们要不要下来？哎、欸，我会上来。我不要哎、欸！我上来。我全体，我会上来。是全体耶。我撅到一半呐、啊，狼啊！米菲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他是什么。你讲一下职业，你讲一下职业啊！摩天轮那个，摩天轮，摩天轮，到底大人发在哪里？到底大人发在哪里？到底到底聪明的还是蠢的？到底到底？我摔下来，被锤没就知道了是吗？我不确定哎、欸，欢迎他 BOBO， 我是聪明的吗？聪明的吗？我追你，确定吗？我是吗？我票先压着啊，我票先压着啊，那个人怪怪的啊，他不讲职业啊。哎、欸，团团，你为什么在这？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哎、欸，是抱抱，团团后面抱抱、啊，哪里哪里？你们在哪？你们在哪？哦，是你、啊，刚刚不是好人吗？摩天轮吗？摩天轮上面在那个摩天轮，摩天轮，摩天轮，摩天轮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去哪了，团团？他在后面，我刚看他在后面吧，他没有摩天轮的后面，上面，一样在摩天轮，一样在摩天轮上面。出去，然后左边。对，我跳了，跳了，我牛逼哦！哎，你翻坏了，你翻坏了，我没有跳过。哈哈，撕掉！你怎么偷看到我？哎、欸，好棒，好棒！因为我上去就看到你变身往下跳。哎呦，我刚刚就在找你，找不到。哎，不要紧张。我就在你旁边，然后就看着你掉下去，已经两次有那个鬼从炸箱旁边经过，我的靠！原来米菲真的是狼哦，他真的是狼，他真的是对的。对，波波他死掉了，我看得到名字了。哎，那我们现在票了，可能票了两狼了。要找那个了，要找巫毒女孩了。爸爸没事，我来了。啊，你来干嘛？没有。你应该还在屋顶吧，还是什么的？谁在屋顶？下面只有一只狼，我只看到一只狼。没有，没，是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哦，好。是我啦，是我，就是那个叶嘛，你看，就是他。那我觉得还有两。他走很慢。哎、欸，那还有那个呢？爸爸在楼上啊，他忍者，他忍者。爸爸是好的，爸爸好的。那还有巫毒女孩，我等一下找一下。好，爸爸人。你们有没看到谁吗？麻衣。蚂蚁，那个我看一下、啊欸，没有蚂蚁是狼，为什么？快快快快快，那个女人上面，快上女人，过桥，那边过桥，好狡猾，蚂蚁有了，过了，超无语，我那个我要找巫毒女孩喽，等一下，对，我来找，我找一下，
最长的你要再看一次啊。最长的再短一点点的那个。对你擦一下。刚刚已经出歌了，我跳了吗？没有，那个我也看了，那个我也看了，我看一下还有谁。啊，这个已经没救了，这个直接出事了。直接出事。那还有谁啊？熊猫团团呢？熊猫团团。有猫团团啊！我直接没了。真的有谁没遇过啊？我就是熊猫团团。难怪那时候想说奇怪，上面只有 B O B O 才对，怎么忽然间多了一个团团？多一个熊猫团团。啊，米菲你在哪？哎，躲起来看啊！不会是老师躲起来了？你不出来打我们就不会结束了。对啊，这场游戏不会结束。对。哎，等一下，刚刚是不是按戴罪啊？那他是不是在女人的头上啊？哦，是吗？哦，对对，那不是他，对，他在女人的头上，女人的头上，那个头上，回去回去回去，回来了回来了，在脚下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女人集合，女人集合。通气，通气，通气。窃窃偷香。没有，他脚边，脚边，脚边，他蓝色。是他吗？他在 IKEA， 他 IKEA 蓝色的那栋，蓝色一楼，蓝色一楼，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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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楼，蓝色二楼。蓝色，蓝色二楼，蓝色二楼。三楼，三楼，走楼，没有飘到，飘到。三楼，三楼，哎，快点反击他，敲他，敲他，不要敲。他不会上楼，他不会上楼，他不会上楼。好，那我上楼，那我就上楼。票他两票，不担心。让他成为一比零出局。哦，难玩，好讨厌。团团，哇，这次两个狼是蠢的。两次，我所谓我蠢的，我完全没用到。看错，看错，看错。对，一个一个。嗯，绿灯太闪。我要谢谢狼人，让我有机会，但我没觉到，对不起呢。辜负你们，我知道。我给你机会。我刚刚有在找你的墓，想说帮你，帮你二零。二零，你的蠢女巫不要连本人都蠢了，二零。二零真可怜，他们不会相信。预言家就已经发杰克精髓了，你还怀疑杰克？你还咬我？没有，因为刚刚你们在争论谁比较长，我就想说到底是谁？谁比较长？哪有？毕竟二零觉得比较长，所以他想说我精髓是在我身上，那可以理解。你是聪明的，你是聪明的。没有，我觉得他也是觉得他的 ID 挺长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最长的哇，他是那个里面最长的第十一名啦，第十一名，对啊，也是很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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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我现在都还没玩到预言家，我好好奇哦，就都乱嘛，这一串乱，会跑来跑去，我都只有那个见习预言家，然后没当到。你现在是见习的吗？他没有啦，不是没有见习，就没有见习了。现在没有见习的啦，你才是吧？你是不是你这么坑？我是预言家，见习狼人。我等下查你，我跟你讲，你查得到的话啊。你查了，当然查。你要找一下。我肯定查。哇，大家不相信哎，我也肯定查吧。一点一点查杰克。我绝对是不相信你一个人可以查十人呢。我是肯定不相信的啊！你查爆大家来啊！他包包怎么在那里？上去啊！我怎么不能来这边？哎，你们要让我测试一下是蠢的还是那个？你看起来很危险。我这样。你要怎么测试？蠢的吧？你。你对你蠢的，你蠢的，你蠢的，你蠢的。唱歌对啊，那个唱歌怎么测试啊？我刚刚蠢的，上一场要看有没有吸引人吗？要先花技能才有。哦，吸引人是蠢的耶！哇，完了，你们被吓死了！啊，你查到了没？哦不，啊，你查了，你有查到人吗？你先查到再说啊！你先查到再说。哎呦，你能够查到再说。哦，我是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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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发发发！我给你无敌，我给你无敌，我给你无敌。什么两边都有？你哭什么？救你一次了。啊！等一下，忍者很赞呢。我救了，刚刚忍者直接传送了。嗯，对啊。你对啊，是没查到。你怎么死了？你有没有做事啦？预言家，我是蠢的。你死了哎。你死了，死了不能说了，死了不能说了。谁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看来蠢的已经很多了。是谁呀？谁？团团。诺英是什么？诺英。诺英是什位？可能是什么？那你是聪明的还是蠢的？他也不知道吧？我是。在哪里？杰克。团团团团是鬼，团是鬼。你觉得是谁？我觉得是团团。团团团团团团是鬼。团团在那个救护医疗之间。
就屋檐这样，哪一就是刚刚那个可以爬到很高的那个屋顶，坐电梯上去的。对对对对。你是不是那个巫毒女孩？她好像又在那里就不坐了。查我啊！查我啊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没有没有查你啊！没有预言家，他就在那里嚣张。对啊。哎，团跳过了，团跳过了，团是了啦。跳过。哪里？团是。在哪里？可是我穿装了啦，他穿装了啦。他在哪？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。他在那个很高的那一边。真的真的。在旁边的那个。这样有吗？你是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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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聪明的。你这个是。哎，唱歌啊，唱歌啊，唱歌啊，唱歌。我一步大轮发，你唱大轮发。大轮发，我是这样子啊？你是有什么奇怪的工商？我知道他这样，大轮发。是我是那个吗？我不知道。二零是好的，感觉是混的哦。我是聪明的吗？我不知道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是不是巧？语会人闭嘴，人闭嘴。我们在那边研究自己蠢不蠢。小人会认真哦，你懒哦，二零懒哦，二零倒了，他们还在，两个对啊，诺英吧，另外一个是谁？还是守卫？没有，守卫是2000，乔宇吧？我不是，我是插针的，你是插针，等一下，哇，好巧，一根针了，让我穿一下了。好了，等一下你去，我怕你插到自己啊！我去找他，来试试看啊！我想说你会不会插到自己？他在里面，后面啊，那个双层包里面，包包里面，包包里面，里面，你在开战，他飘，开战，对，那个小雨，可以去找坦团，去找坦团，我去找他，他真是守卫吗？我去，他真我找一下，你才是守卫，你才是，不是，我是守卫，我想说一下。我刚一个人孤独的走到顶楼之后，我就蹲着走，然后突然发现旁边有东西在卡我，看一下没有东西，然后结果再看一下是小雨是吗？没有，没看到小雨，我想说他是不是很大？哦，巧川章，做到了，他说是变成的，在上面了，在上面了，在上面，啊，对不起，哦，居然也有女巫，对，好痛，有女巫，哎，不对，那，团团你要活下来，你要活下来，你不能死，他在你屁股后面，他不砍你了，我先把彪彪刀了。哇，他在哪里啊？我传到他了，在屋顶，在屋顶，在白色屋顶。我在屋顶。摩天轮那边还有一个哦，还有一个鬼哦。我不见了。没有，剩小雨了。小雨怎么剩我的？娃娃。怨灵啊！对，我们要去找小雨。我是帮插针的。哎，川哥。哇。哦。团，我们先去找小雨好不好？他躲进房里了。去找小雨啊！找小雨啊！他出来了，再瞧。杰哥，那是我去找小雨啦！啊，找小雨啦！啊，找小雨啦！真的啦！我不见了！真的啦！杰哥，你是什么？小雨在哪里？啊，我是我拿的破产。哦，拿的破产哦，哦。那你去挖一下，看可以挖。我刚刚我不知道是挖到诺英，我不知道是挖到诺英还是恶灵的。反正你是守卫了。然后我是破产，你破产了哦，他挖不起来了，他挖不起来，他说破产了，他破产了，没钱啊，没钱，赞啊，团团，赞哦，我当你伙伴，等一下我去找一下，督导他，你不是破产，我又拿到假钞，全体互换哦，你干嘛？等下找一下小雨，我在找。你就戳到了，我又同样剧情又再一次了。我们是五星戒毒，哎，白痴，我的妈！解药啊，这是毒的，那只是假的。那你刚刚怎么毒到我的？还是你直接解药给他？对他其实是没有想要毒就毒到了，好扯，赶快把他给刀了。碎碎碎，完了。那个蠢女巫竟然还真的蠢到，哎，很强哎，你很强哎，好扯哦，好扯哦。但是因为他蠢，所以他连自己是蠢都不知道。对，小雨直接跳，我都直接跳。你哪三方阵营？那我跳啊。好啊，哎，都20秒哎！啊，团团上啊！走了，高歌离席，来，我看看。哇，波波好一个帮！我找不到路哎，完
不是，哎、欸，晚上不会发光哦？不会啊，晚上不发光也太强了吧？对。可是你不是可以看那个吗？对，你可以看那个。是啊、就是你知道这边大楼有点多，所以你要好看，可以感受一下。你要活下来呢，你不能死掉，你放心。你说我吗？我说关心怎么可能？他关心我，怎么会关心你？你要去死啊！哎呀，好凶哦，饶宇。好难走心啊！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来哦！啊！走心团，带罪，带罪！这好像蛮精彩的哦，这样子玩好像蛮精彩的。你被卡了几次啊，团团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我刚刚其实老实说，好像没有看到我被插到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跳过，跳过，跳过！不要直接跳过，不要直接跳过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刚刚到底有没有插到我啊，小雨？还没啦，刚刚还没抽到啦。你一直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不吧，还是我一直抽在不同人身上、啊。我是没感觉，你知道？你怎么没感觉？没有，还是你是蠢的？可能会显示蠢的、啊，可能会显示。马上就死了啊！哦，你有被打到、哦？你要插三针啊？不，不让你弄。还是所有人看到我都没看我。不然你插一针啊！来来来，我站着。我插，我插。你要现行才可以，你要现行。你要现行插、啊。你要现行，你没现行啊！你没现行啊！怪、哦、谁？你没现行，你没现行的，我当时还有现行的，哦有啊，对啦，你是真的，砍他，啊真的，你是真的啦，你是真的啦，是用砍的哦，对啦对啦，哦好，那如果我一直都没有插到，那再等我几天，再等我两天，太久了太久了太久了，因为因为因为，累耶，因为因为等一下放团放团，不是这个这个会他会换啊。好累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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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要一人一票啊？好累，好累哦！你说你们三个人一人一票，对啊，好累，全体发光十秒，哎，好赞哦！来来来来来，集合喽！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到底在干嘛？哎，这样子是三分之一耶？那等下我要不要不讲武德？你不可以，我说不讲武德。好了，来，好好，繁星，然后繁星就不过去，繁星就不过去，繁星不来。哎哎，打错了，对不起。不是你们互打，你们互打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我打你。互打，一人一票，一人一票。对对啊，你们刚互打。到底会是谁？要过来。啊，繁星死了。可以到他，可以到他，可以到他。快跑！你不能隐形的吗？你可以隐形吗？我隐形了，我隐形了。啊！你是蠢的没电脑，你行的，我蠢的还是可以掏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队友砍死了，队友砍死。那为什么20是守卫？怎么二跳出守卫啊？对啊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说我是守卫啊。所以是包宝音就这样被喊冤的出去了，包宝乱喊哦。马一，你没有错吗？马一，哦，因为我是，对，因为我是蠢的，所以我的狼名单是全部的人，我不知道是谁。我也是蠢的，我怎么记得我有放到无敌过呢？我想，因为那时候我蠢了，然后被换位置，然后看到哎旁边有马一先刀了，然后继续追米菲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他丢到巧克力了，会不会是 Bobo 要丢无敌丢在附近，然后丢到巧克力？没有无敌啊，就解药跟毒药，但是他第一瓶其实是解药，所以 Bobo 可能丢错了，丢错太棒了，太棒了，他丢错了，他真的是纯女巫本人啊，他真的太棒了，纯女巫。让我早一点解脱了，让我早一点解脱啊！但是我也解脱了，直接哭，哭了，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。好，哎，我不好的救都是骗人的。我有放无敌在发发身上，没有，你好像不行了吧？你好像不行了，一天只能一段呐，一天不行了，你不行了，不行啊！所以我现在其实想毒我，对，对，哇，你很冷，那就来看看最后的胜利次数，哇哇，巧克力七次，我真的我还没想到哎。你是不是都当狼才会赢啊？因为我想说，我刚刚也都是死掉哦，好像都是人类获胜。完了，马一，马一，马一，哦，巧克力怎么那么坏？巧克力怎么那么坏？对呀，我是个蠢蛋，好坏呀，太坏了。我还当狼人绕到他前面去刀他，七起来 ，Q Q Q 哦，哎那个啊，怎么有人
就是玩那么久，然后跟刚来的比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很清楚哎、欸。哇，玩了两个小时，玩了一个小时了。就是有人一直在那直接 touch 到你啊，他差点就要超过你啦。叫团团来刀我，就是你啊！我原本可以先。而且害我没有饿的也是你哎。对呀、啊，有我爸耶。哇，怪吓人！纯女巫本人。真的纯女巫。真的纯起来。你是真的纯女巫。笑，我是纯的大美女。哦。所以也是还是美女对。哦，休息休息休息啦，休息休息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啊，来困，晚安。你们在聊什么？你们是开几局啊？看一下哦，木木应该不会想要跟我玩嘛、啊？我想一下有谁？看你们聊一大堆，聊得很开心啊。所以木木现在会玩了吗？大概懂了吧。还有谁？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好，应该没有可以玩了、啊。我不要，好累哦。这是木木开的房，半懂。那加油，你再多打个几局就懂了啦。大概再打个十小时吧。那我跟你说，就是拼图才150而已，那小小东西啊，你超过500以上的那个再哭好了。有你是纯色拼图吗？听起来木木很强哦，真的。我想说，我都找好女孩的歌了，那巫毒娃娃后面才开始，请问后面都当不到。好，没有谁在开耶。没有啊，有一个小白痴的台，那我们去看看他台，我们去看这小白痴的台。好啦，我们他在装，有啊，我那时候有看到你们说那个什么。是哪像新手啊什么之类的。好，那我欸，那木木你给我你的那个玩家 ID， 我加那个、啊、我加你，你会用吗？你把玩家 ID 打在聊天室啊，我先关台，那等一下加你，就这样咯。那你等一下晚点再看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收到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